你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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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完了！怎么了？他要打一个警察。我想说来复制一把钥匙。好好好。你被三个追哦。啊！可恶！医生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在医院旁边的。哦，你进去了。脏！可恶，违禁品被没收了。好多错刀哦，错刀怎么这么多啊？晚餐时间。我们要哪边集合？等一下，左边吧，还是你要从右边也可以。任务是叫我去个地方欸。哪边？右下角，就是刚刚我说看到纸条的地方。哦，可以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要怎么那个啊？嗯？那我们等一下怎么？哪边集合？右下角，你刚才不是说右下角？哪这个？好小，哎，完善没？不，不，就是不，那就要先床上先准备假人了哦。好，自留时间，准备假人，假人哦。假人，假人怎么做？两个枕头，一个床单。枕头，两个枕头，一个床单。嗯 ，OK， 直接去别人房间里面搜就有了。哦，好，好，枕头这里有了。等下我点完名之后就出去等了哦。你说两个枕头，一个床单，床单，床单拿到了，枕头怎么拿？再拿一次啊！哦，再一次，哦，是啊，放不回去吗？棉被怎么放啊？哦，这样子。我要怎么放假人、啊？空白，空白，空白，要放在第一个，然后空白，按 C，、哦、然后40加制作出来。哦。需要先放上枕头跟床单。枕头，我先把个，你有剪刀对不对？我先放，我已经做好了。我的怎么枕头不见了？你是把自己枕头拿走啊？没有，本来的枕头没拿走啊。那就拿别的，拿别的再放去吧。嗯。加油，那边 OK 吗？OK， 我放完了。你放完了啊、哦？刚路上有一个枕头，我就捡起来了。好，很困哦。拿进那边了。你怎么把人家枕头放回去啊？这我的啦，这我的。不是你的、哦？哈？屁啦！你放错间了啦！这闪闪电嘞！哦哦哦！房间嘞？你怎么把闪闪房间当自己的房间了？哎呀！哎呀！哎、哦、呀！这个房间味道比较香。哎，哈迪，哈迪，你工作台有没有剪刀？啊好，先来点名，等点名，我们等下就出去了。嗯，酱油给你，马上剪哦。嗯，嗯，嗯，那捡起来，捡起来了。好，等下跟我走，因为我的任务叫我去这边捡。嗯，我们四个人各拿一个剪刀，到处揉揉手。这样吗？可以拿在手上吗？可以。警察看到不会揍我？不会，不会。没有很呛，是看错房间，奇怪，不能看错。马斯干嘛？第一关快一个半小时了。其实，对啦，其实很快了。其实我们就是，有应该说，我跟酱油都比较不知道该怎么玩。就嘿，我们就。
比较悠闲的在玩，我们比较悠闲的在玩，没有说直接要出去的那一种。嗯，对啊，不然其实第二晚就可以出去了。对啊，可以打他吗？你还想明天走吗？明天还不一定走得了，因为你打他，等下剪刀又被收走。好想怼他哦！忍住啊！忍住！要怼人啊！你要怼他之前，先把剪刀还我。加油！你站着不会累吗？有人在广场吃东西。要坐的。你也不想坐，你也不想坐。哦，不用坐。你明完了，好，走。嗯，走这里。哎，我这时候要偷偷摸摸躲起来，对不对？想要提早出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出去门外面啦。好，这里。先出去吧，然后等一下时间。这是谁啊？这里吗？纸条在这里。哦、这里现在还是等睡觉时间，我们再等睡觉时间啊！但是等睡觉时间啊。嗯、上次我不是轮流被电，嗯、然后被挨狙击枪。哎呀！快点！剪！哎呀，快剪！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用镊子的，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要怎么剪啊？嘿，旁边这个没问题嘛？那开始喽，同一格，那就面对这个，好，这个的，音乐来，啊，一二三，空白啊。嗯，好，枪，好快哦！有，九六，出去喽！你怎么还在剪啊？走下来了。哦，出来喽！哎呦，是守卫，爬进去了。再拍，嗯，抓到你啦！嗯，怎么是酱油啊？噔噔。我完全在正方位，完全没有做到事情。对，所以大概知道我们刚刚在玩什么吗？就找东西做剪刀逃走。我们刚刚原本是要用另一个方式，我们在做木箱，你有看到那木箱吗？嗯，然后那个方式就是我们要把那箱子弄好之后，我们最后放上邮寄地址之后，我们就整个躲在箱子里面被搬走逃狱。啊！但是后来出了点问题，嘿。嗯，他们选择第二种方式逃走。嗯，哇，那个箱子居然可以塞下四个人。可以啊。下一关，我来玩个，刚才是简单嘛，那我们来玩个中等好了。中等哦，我们半小时内有办法破关吗？就只有沙漠那一关有办法、啊。还是简单，因为沙漠那关还是简单。哦，还是火车。火车来啊！火车要靠配合哦，酱油。好，何屁呀、啊？啊，团团，杰瑞摩克，这里有一只哈记。好，换掉，改掉，改什么？家有谁没有被取到？嗯，好、哦、哈，小雨好了，宝宝也行，打宝宝。打包包，好，改掉，找个比较明显的帽子好了。我可以改变我的角色吗？对呢，我不想戴，可以啊，我不想戴绿帽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改名字哎。你们改好了吗？改好我就准备开始了。等我一下下啊。好丑，好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做好了吗？好的，加油！哦，我操！说哦，我操！你在讲我操？我操！不是，我说，我是说我操！马上！哦好，我操！真的好，
很嘻哈哦，酱油，我咋？我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可以了。开始。因为这个游戏它是房主要先开始，所以我们如果刚进去没点到，你就完蛋了。哎、欸，他、欸、没有邀我啊？没邀啊？我现在才邀，我现在才邀啊。啊。好了，马上出来了、欸，这不用点名啊，这一关，因为这一关是有时间限制啊，所以我一定是等你们都好了，我才开始啊。哦、oh. ，对啊，烧烫伤来了，哇，你怎么了？被扁啊！嘟嘟嘟嘟，啊，我扁，这关我没玩过，这关你没玩过，这关有几种逃走方式，一种起码是单人，起码是单人，对，那我们就是要赶快去找。這個、有一个是抢火车头，有一个是去屋顶，然后从电线杆出去。哎、欸，我就问他为什么打我啊？他现在这个只要看到人就会打，因为我们不该出来。啊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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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那这样我们要躲在哪？发现目标，你要找柜子躲起来。这样像这样子躲起来，然后一个柜子能躲一个人。好。啊，可恶！我没有解释啊，就是这一关警察看到人就打了。嗯，啊，这关有限时哦。然后这一关不用点名，也不用做什么事情，反正就想办法逃出去就对了。嗯、啊，好，才说要配合。嗯，回去都奔进去，那边是。困住的！哎呀，这怎么有人？哎，我要死掉了！你要死掉了？哎、欸，我记得有一关啊，不是有一关，一个是从上面用钩绳勾那个电线杆出去。看一下，勾绳要多少才能做啊？我一个垃圾袋，哦，钩子，这里钩爪需要一个钩子跟绳子。嗯，是哦，我们智力是够的哈。钩子跟绳子，他为什么又要 K 我啊？我睡个觉而已，怎么了？然后钩爪的钩部需要两个的撬棍加一个胶带。哦哦，看到看到了。啊！有人找到撬棍吗？没有没有。坐在这里。撬棍有在我这。撬棍在哪？我在医院。你在医院，东西要被抬走了。哇！然后需要。猫口警官。猫口来了。他直接往右边跑，然后先跑到屋顶了。屋顶是可以躲的吧？嗯。啊！怎么把我带回这边啊？我想下去睡啊。我真的是各种被打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没有哎、欸，另外一只撬棍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这边一只啦，你啊，我错了，两只，有第二只找到了，那还缺胶带跟绳子，胶带跟绳子，我在警察那个、啊、箱子里面啊，哎、欸，干嘛要我了哦？警察来了，警察有够凶巴巴哎、欸。不要再把我带回去了啦！哎呦，哎、欸，这跑 OK 啊，这就很像跑酷没有记录点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会不会在这里面啊？跑好远哦！他记录不会在这边的那个要拉开的门里面啦、啊？还我朋友！还我朋友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我拉了我拉了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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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进去进去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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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按钮！有了有了！进来了进来了！看他什么？
它是另外一根撬棍。好，这里是一根撬棍而已。你看不到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那个警察小心哦。右边的小心。等一下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出来了，好，这里有没有东西？铁锤，我要敲，我要胶带，胶带去胶带，没有，那你应该没有，那你就射头了。哦呼呼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回去回去回去，胶带胶带胶带，结果结果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结果啊，我连违禁品箱子也看过了，没有，还有在最最尾端有没有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也都看过了。最前面是右边吗？这边有胶带啊！找到最后一个胶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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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交代给我，交代给我。我没拿，我没拿，在箱子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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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箱子。怎么不用医疗包啊？医疗包，空白啊，空白使用。哦。然后，我做一下，我做一下，钩子。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一条绳子。里面都有，快快快快快！里面吗？这样有人呢。就在尾部，他还在跑步。哎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等等等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你狙号，你等下往右边跑。你狙号盾，你狙号盾。他只按着右键，他只按右键。我躲起来，我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啊！快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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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哎，那看到这边来的了，哎呦！等一下，有人来！有人快人来啊！那我继续跑。你完蛋了！啊，我死了！完了，多好，多好，多好。好了，我们有钩子，我们可以走了，有钩子可以走了。走走走走走，不要理他了。被扛回去了。我要带江哥过来。他在那边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来，走开走开。我这边应该回一个血比较耐打。你就想办法不要让他们看到啊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下你们不要打我，好，等一下，上来，啊，不要啦，啊，打，好，你帮他衣服，快点，快点帮他衣服，我走到哪都是人啊，躲起来。你就是我到车顶了。你不是玩那个吗？你不是玩刺客笑屌吗？你就当刺客笑屌玩啊。这里吗？好，那我。好好好。我懂。要不要一个人去带酱油啊？哈哈哈！我这先丢着，我去带他。好。我在努力逃跑，我前面还有一个笑诶在看我。你不要带警察过来哦。好。我现在前面有警察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你在最前面吗？回去帮忙！哎呦，有！哦，你在衣柜里面了。来了！他们就是不走。出来！走！啊！走！我走过去会不会发现的？躲进去！躲上面啊！那边！算了！走，跟着我，跟着我走，跟我们走。他来了，他准备过来了，他走哪走？走进去。OK， 走，go！ 我看。哈哈哈！上去，这里来了。好了，走了。好，这边。这只有自己能够用啊！是要抢车头了哇！我们只剩抢车头了。下去就有一个警察了，没事，现在可以下来。那就先大家都变警察装吧。巧克力，要等他是不
巧克力，没有啊，乖一点，乖一点。哎，等下现在是哪一个？现在是哪一个？啊、我要推错人。扒衣服，扒衣服，扒衣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把衣服拿起来了。你这边是哪里？啊，他这衣服都扒掉了。好冷啊、哦！先放工作台里面好了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抬我啊？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我要先把衣服和警棍放在车顶上。对耶，好好好。哎、欸，隔挡键是哪一个、啊？右键。他既没有人搬你耶，他怎么没人搬我啊？我帮你抬回去。没人要帮我，我的妈！嘿，来了来了，搬你的来了啊，来了，给你给你。哎呦！脱光光的警卫，好远哦！酱油怎么硬闯啊？哎、欸，音乐音乐音乐，好、啊，我们先去前面，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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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先穿衣服，我先穿衣服。酱油，你还是那不要硬闯好了啦！快点啊，音乐，你那空手难打、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差一下就打赢了。啊、我们等一下就慢慢偷偷来了，不用硬闯的了。好好好，不让我按，他不让我按。有了。嗯。好，我们在这等吧。啊，你写好，先把你可以出来了。撬棍，医疗包 ，OK。我们在可以拉开门的那边在等。嗯，我们在你们刚刚灭团的前一个车厢。啊、你们的衣服放在那个、哦、火车上面哦。够够够够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要不去帮他们啊？出来，没事，我带他。诶、欸，还好了，衣服他没有防御力了，还好了。快快快，够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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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最近，等一下，前面有一只，等一下、哦。一直，我这边他们看不到是不是？我不知道走往哪走哎、欸，如果绕过来就完了，我们就已经冲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要不要先打几个人？先帮他顺便收集衣服啊。等一下哦，哇，前面好多人哦。哎呦，我上面收个东西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不要你动动动，走到了，拿个警棍。我们等下先打左边那一只啊！好啊，好好，都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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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What the fuck！